威廉，你会做菜？会做一些基本的啊，就是我以前就是盐酥鸡吧。没有啊，盐酥鸡。盐酥鸡那个油才要怕嘞，那多大？它那个下下去会整个就溅起来。我会做那个蛋，就是淋那个蛋汁，然后煎一下。那种蛋吐司什么？你煎什么年糕吗？就是它那个吐司可以沾那个打的蛋啊 ，French toast， 对对对，就这一个，就类似这种，或者是去便利商店，然后买意大利面回来自己摆盘，然后再把东西丢掉，就说是自己做的，就比较。你有干过这件事？有，买现成的意大利面来骗是自己做的，但是要摆盘啊，摆盘很用心啊，还分了前菜。女友没发现吗？没有发现啊，对吧？那这样是裸体摆盘吗？安杰会做菜。我做的菜意大利菜比较多。我最厉害的菜应该黑手党辣味炖鸡。那你会帮他们卜卦吗？就帮那些菜是什么卦？不会。刚刚那道菜名里面有黑手党三个字吗？有。是因为他黑手党 mafia。mafia， 因为我的算是后父是黑手党。所以他你后父是黑手党吗？真正的是厉害角色吗？本来比较厉害，但后来他那个娶我妈妈之后就没那么厉害。我妈妈不是意大利人啊。如果一个纯种的意大利人，他娶的不是意大利人的话，他的地位会降。你说，因为他娶了一个不是纯的意大利人，所以他在黑社会里面的地位就下降了。对，因为你要传承是纯的意大利人。那他本来地位高到是可以做什么事？他拿什么电视什么都不用钱。怎么有？那是贪小便宜的流氓吧？感觉我觉得蛮厉害的。你是说我比如说笔记电脑，他有一天我说，哎，我要一个笔记电脑，他隔一天就说，哎，笔记电脑。你说他走进3C 卖场就说这个是我的。他会说那个是从一个卡车掉下来的。所以你说他去店家拿这个东西，然后店家都不敢惹他，因为他是黑手党，是不是？他不是进去店家，他是比如说，因为他的职业是剪头发嘛，那他可能是剪个头发，然后就收一个笔记店，就是他的也不能说是职业，就是他的他待的地方，他是发型师兼黑手党。啊，他是待在发廊里面的黑手党。然后他剪头发是可能他们寄放东西在他那边，然后拿去，然后是他在那边帮他们传话。所以剪头发只是一个隐藏的，隐藏的。有点像那种卖肉的那种。其实是他们聚集的据点嘛。但他很会剪，他已经退休了，所以觉得我讲出来，而且我在台湾，他应该不会发现。你每次来康熙都在做心理治疗，对不对？都在回溯你的童年，然后其实这些东西我都有回收过了，所以大概都漂浮的时候想到，对，都已经释放过。后父是黑手党这件事好像是第一次听到，对，第一次听。我想他最近漂浮的时候想到说啊，我可以走出来了，所以决定讲这件事情。下次应该会聊祖父的事情。这次这个 Elva 做了一个一字形的，给你的粉丝可以挂在墙上，然后可以放拖鞋是吗？迷你拖鞋嘛，然后拍了一些很性感的照片，这你摆不出来吧？可以，这有什么好不行的？别乱说，这个你摆不出来。这些都是我教他们的 ，OK。很多女明星的拍照还有那个广告，都是拿我去当他们的 reference。你知道什么是 reference？ 范本 ，OK。范本是 reference， 真。所以你拍的时候觉得你摆这种性感 pose 不会有障碍，对不对？就把它当跳舞，不会放音乐。有没有参考我的照片？你小丢脸，他怎么可能需要参考你照片？我会关注你拍的东西。很多女明星都 follow 我的。Jenna， 你会拍这个吗？可以啊。你可以？可以。你摆。怎么样？感冒啊？不好了。我相信你可以啦，在对的灯光下应该拍得出来。OK。在综艺节目里面摆不出这种摆不出你要刹那间定格。Jenna 说她有一次煮了一道很用心的菜给她男朋友吃，然后第二天就分手。就是我为了他搬去法国，然后我是不煮菜的，我完全不会煮菜。然后我那天还去查那个 recipe， 然后查很多东西，然后我还去菜市场去买，然后就很用心，我花了差不多
6到7个小时总共准备的时间。然后煮完的时候，我就摆在那边，然后还有蜡烛，都很浪漫。然后就坐在那边很乖乖在等他回来。然后他迟到快1个半小时，就 OK 没关系，我还是可以把它弄热。然后我知道他要进来的时候，我就赶快弄弄弄点蜡烛啊。我一进来啊，我就坐在那边很期待，因为我第一次做菜给一个人。然后他就走进来，他看了一下，他就说：“我累了。”然后就跑去他房间去抽烟。哦，伤。然后很伤，也没再出来吗？没有出来。你煮的很难吃，是不是？他根本就没有吃，他只是看了一下，看了我，然后就说我累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不知道。你有一直烦他吗？说你今天一定要回来吃我煮的菜什么？他没有手机，所以他也不知道我要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是一个 surprise， 完全不知道。然后就他进去房间啊，然后就我听得到他在弄电脑，然后他你在外面不是快要发疯了？我在那边哭啊，我就一直哭，他也听到我在哭，我一直听到他在弄电脑，然后他故意不理你是不是？对，还蛮故意的。所以隔一天他去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把所有的东西整理，我把我东西都就直接拿走，分手。所以三个男生当中厨艺最差是威廉，所以我们可能只能让你跳可怕的舞了。不会可怕了。你有准备吗？有，我准备。你是用 Elva 的歌吗？是 Elva 的歌。OK， 好，应该算，应该第一次跳。你需要 Elva 在哪里？还是他坐在位置上就可以？他坐在位置上就好了。好啊，那我们欢迎威廉。